OK，DJ 阿周目前今天来到厦门，今天的日期是9月23号，我在厦门火车站附近。他们这边很特别的一件事就是，过马路走斑马线会绿灯一半，另外一半是红灯，他等到走到中间稍微休息一下，等那边变成绿灯才能过去，而不是一次就走完。那整个车辆的行驶大部分都是电动车居多，看到很多很多都是电动车，所以说厦门现在空气还不错，非常的好。那我现在要步行去我的目的地，那沿路就走的和祥东路，和祥东路，那要去我的目的地，自己要去哪，就是去我要去办事情的地方。厦门这边呢，它有智能垃圾分类投放处，设计的非常的完善，很多在小区都有这种地方，他们把垃圾就弄在这里，那后面是工作人员的工作室，非常的不错，设计的非常的好。那这边还有一个洗手台，你弄完手脏的话，它还提供了洗手台，外加还有洗手乳，非常的到位。那它厨余的部分有两个，其他垃圾有三个可回收物，都写得很清楚。那其实在整体来讲弄得非常的干净，感觉还不错，这是我在街上所看到的。喜欢我的影片，麻烦您按赞、开启小铃铛以及订阅，感谢您，拜拜。